吴尊为了心系公主小妹要装成胖子，因此第一次接触到卫生棉条竟然要放在嘴巴里。咦，为什么有蓝色在里面？本来就有。这是线啊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不要这么凶嘛，好好讲嘛。插这边啊，对，左右黄金，对，然后呢，喝，喝，不要喝下去哦，对吗？嘴巴里面，含在嘴巴里面。那么，那个每次夸样那时候用了，然后放到现在，这还用说吗？晒干啊！不过吴尊放了两条卫生棉条，看起来下巴还是尖的，不够胖，只好再放两条，嘴里胀得不得了，口水也难以控制。那就出来，不能吞口水了。那我嘴怎么放？它会慢慢吸收，所以你先含在嘴巴里面。你不要吞下去，你的那个棉条才会膨胀起来，它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哦，我不小心亏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说这么有趣的戏，你们不要看，知道吧？公主小妹，哥。变胖的吴尊自己玩得很开心，吴尊玩够了便感受到胖装的辛苦，由于要等张韶涵拍完了才轮到吴尊上场，吴尊含着泡水的棉条等了两个小时。胖啊，弄裤啊，可以吗？可以裤裤啊，然后这个要用了吗？不行，先就是要让它吸，慢慢吸收，对，不可以吐出来，不可以吞进去。好像棉袄，好热哦，受不了了。等你等多久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塞了两个小时，哎，我就在那边等，现在我这边都要，真的是要麻掉了，很不舒服。对了，麻掉，就有一点麻了。这边里面有很多口水，都还，我不小心，赶快把口水告出来。对了，现在我要进去哭掉了。什么东西啦？把水漱掉。它里面有水。对。棉条，看我多牺牲啊！你问一下棉条的滋味是什么样子？这个你应该是一个进去。虽然变成胖子，大家还是觉得吴尊帅，吴尊也不会因为看到自己变胖的样子而一改爱吃的习惯。我觉得我老的时候变胖是好的，所以可能过了十年、二十年，我应该要胖一点，看起来比较有福气，看起来比较年轻。嗯，你干嘛？简克峰、吴玉婷采访报道。